由 Roxanne 汤乐文、萧正楠、沈振轩主演的新剧举行拜神仪式，一众演员都有出席。日前同马国明高调认爱的 Roxanne 成为焦点，她因为受访当日穿着一件松身衫而传出怀孕， Roxanne 就话得淡笑。我想讲一日认咗爱之后，就突然之间又话我哋又闪翻，又有喜又成咁样，我觉得好多喎，会唔会快得滞啊？俾人话印未浓，乐声会唔会嬲噶？其实梗唔好啦，因为其实我肥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，不嬲都肥肥地。但我今日着紧身嘅，所以大家已经真系不攻自破啦，呢个咁嘅传闻。Roxanne 呢日以步快角色造型现身，剧中首次挑战大量打戏，搞到周身伤，心痛的除了汤妈妈之外，当然还有马明啦。他也有叫我小心的，因为他特别知道我很轮尽，所以他成日都叮嘱我，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啊，即间唔中成日都 send message 俾我，叫我小心一点，系都好窝心嘅。Roxanne 话呢个时候，他就会跟马明讲，知啦，爸爸真的很 sweet 啊。